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的片语，第一个片语是 be crazy about， crazy 是疯狂的嘛，那 if you're crazy about something 就是你对什么事情是很狂热的迷恋的，to love or to be interested in someone or something a lot 就是疯狂的迷恋他，我们就是 be crazy about。 Sally is crazy about this novel， Sally 对这本小说非常的迷恋，she has read it more than 5 times， 她已经读了超过5次了，这 be crazy about 后面直接加这个疯狂的东西就可以了。好，那看一下第二个片语，as well as，as well as， 那最后这个 as 呢有时候会省略，好请同学把它的同义词画起来，就是 to， 好跟什么一样，对不对？好，那呢，那等一下会提醒大家，如果呢它 a as well as b 当作这个动主词用的时候呢，这个动词要跟着 a 走还是跟着 b 走，待会跟大家讲。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例句， Robin went to a bookstore today， 他今天去了一个书局。He went to a coffee shop today as well， 他也去了一家咖啡厅，我们翻的时候会这么翻，他也去了一家咖啡厅，那你也可以说 He went to a coffee shop today too， 他呢今天也，我们把这个 as well 可以改成 too。 好，那 A as well as B 就是 A 跟 B 一样，那那个老师刚刚有提醒大家，大家把这个记下来，这很重要，如果后面有动词的话呢，这个动词要随着 A 做变化，动词要随着 A做变化，请同学把它记下来哦。好，那这一课只有三个片语，对不对？第三个片语就是 ever since， ever since 就是从那个时间之后。 Amy was attacked， 来再修正一下， Amy was attacked by a stranger on her way home last week。 She has been afraid of walking on the street alone ever since。 Amy 上礼拜呢在路上被一个陌生人攻击了，从那个时候呢她就呢害怕， be afraid of， 对不对？害怕，她就害怕呢在晚上独自一人走在街上。那讲一下，我们之前讲过 since， 像这一句，对不对？从过去的时间点持续到现在，它会搭配这个完成式，我们看到has been， has been。 好，那呢这个 since 后面呢可以加过去式的时间，或是包含过去式子句的子，过去动词的子句，那主要的子句呢我们就要怎样呢，就要记得加这个完成式的结构，请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补充给大家。好，这个 since 后面呢可以加过去式时间，或是含过去式动词的子句，那主要的子句呢就必须要用完成式，像我们这一课这个句子里面是用完成式，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explore more， 那同学在有时候背单字，这课文看完以后呢一定要看一下这个 explore more， 可以让你知道说这个单字是怎么来的，那之后未来在背单字的时候可以运用一下自己学过这样的一个字根字尾的一个用法呢，来帮助自己背单字。那我们首先看这个 ish 这个字尾， ish 这个字尾呢有什么意思。那呢 ish 如果放在国民的后方呢，指的就是该国的或是该国人的，这个形容词，你看这里写一下，放在这个 from or relating to that place， 就是呢指的是该国的或是呢该国人的。所以你看这里很多国家，对不对？ Spain, Spanish, Britain, British, England, English， 这个呢西班牙人啊，这个英国人啊，的那个土耳其人啊，这个瑞典人啊，点点点之类的，这是第一个用法。那第二个用法是怎样呢？好，顺便补充给大家，字尾 ish 可以放在名词或形容词后方，表示具有怎样特征的，或是看起来怎样的。好，这是课本没有的，请同学可以自己把它写下来，它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老师把它放在上面这边。举例来说，好了，大家有学过这个幼稚的 childish， 对不对？好 childish， child 变 childish，或者是说呢，像 self 是自我嘛，对不对？那 selfish 大家就知道啊，就是很自私的。所以呢，这个 ish 呢，这个自尾有两个意思，同学可以把它写下来。一个是呢，表示一个国家的，或者是说呢，像老师这边讲的，就是具有怎样特征的。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 compound adjective， 这个所谓的复合型的形容词。那我们这课要补充的复合型形容词是由名词加形容词所组成的。那呢有时候它可以组成一个字，像这个 worldwide 是一个字， carefree 是一个字，或者是说呢有时候它中间是没有加这个 hyphen， 是没有加这个连字号也是可以的哦。所以呢它是可以这样组成一个字，所以同学有时候在背单字的时候可以去看看，诶，它是不是两个字所结合成的，那这样在大家在背单字的时候也会比较轻松哦。好，那这课的单字片语就到这边了。